又可爱又专业的导师们，咚咚咚咚，把你师们敲一敲。秘密小白猪尝了一口，喵喵喵，么么哒，为我传销，么么哒，咕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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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我的天哪，我看到了你们的未来。谢谢，好可怕，谢老师，谢谢，真的太喜欢了，耶！欢迎欢迎，这是我的家。超哥终于暴露了，他真的是这一挂的，跟你说。我太喜欢了。那超哥现在学一下中间那个为我撑腰么么哒可以吗？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教一下。么么哒，很简单，就这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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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。Yeah. 为我撑腰么么哒，为我撑腰么么哒，开心来了，快乐来了，为我撑腰么么哒，为我撑腰么么哒，为啦 ，Yes Yes Good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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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超哥太适合了，太厉害了，邓超老师最帅，你也得来一个，谁？我？不，静姐。不，干嘛？静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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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姐 ，Come on here， 这个，不是静姐，今天借的这套衣服，就是为这个表演来的。耶！哇，你这套衣服做那么久是对不起他的。我们台，周深，周深 ，Ever， Ever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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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。还在查那个歌词的意思，等一下给你解释。好好好好好。配权，你要让他们看这里，脸 是对。OK， 就是他这个表情，其实我也是训练的，就是我们队友很长时间，这一周基本上动作没打够，全在抠脸。啊，脸就对了，因为没有脸就没有这个演出，没有灵魂，灵魂全在上身上面，拿出那种不屑的那种感觉。非常自信，眉毛上抬，眼睛微微眯着，上牙和下牙的露出来一点点，非常不屑，然后来做这个动作，嘴可以撅着，嘴角下扬那种感觉。那么难，很丑，就这种非常不屑，然后去做这个动作，像么么哒么么哒那种的，会么么哒，是这样吗？我知道有难度的，因为佩泉的牙。在哪做的？这个确实。就比如说，静姐，宁静，宁静，静静就是金，我就想到了金元宝。我是炫彩金元宝，快来把我抱一抱。非常尴尬，非常尴尬。Amber 的呢 ？Amber 的呢？哎，我突然听不懂中文，中文是什么？你正在说的就是中文，你自己在讲什么？英文名真的难到我了，我从来没有取过英文名。然后 Amber 真的是也不用弄，没关系、啊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暗夜小精灵，嘣的一声出现里。超哥的话，我有想到一个，因为在台湾颤抖，其实超就是敲，你超可爱的，然后就噔噔噔噔噔，把你心门敲一敲。谢谢，在搞什么？哦，不要拦我，我上去打他。对不起。我好喜欢，我终于有自己的 slogan 了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根本不用叫，快教我，快！噔噔噔噔噔。Oh no! Oh no! 一二三，噔噔噔噔噔，把你心门敲一敲。噔噔噔噔噔，把你心门敲一敲。是世界的参差，把我心门敲碎了。完败，我们完败，完败。你太年轻了。啊，来，我们一起唱超哥的歌。
无敌是多多么寂寞，无敌是多么多么空虚。周深老师，你别高兴，别高兴的太早，你也有一个。周深老师，我就想的是粥嘛，嗯，甜甜腻腻小白粥，尝我一口，喵喵喵。哎，这个好，好好好，什么呀？哎，我免费再续签一年，真的，我好喜欢这个节目，这个真的好。森哥，来来，森哥，你教一下，你教一下。词儿是啥？词儿是啥？甜甜腻腻。小声点，我羞耻。一会儿拔了我点。哎，作为大家的声乐导师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变化一下自己的共鸣腔。甜甜蜜蜜小白粥，尝我一口，喵喵喵！啊！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再见，结束了。不录了，救命！走，别碰我，不要碰我，涛哥，不要碰我，我的天哪，我看错人了，涛哥，你居然是个这样的人，我是个这样，你居然多么寂寞。以后这个音乐在创造营2021只能为我响起，太牛了，太牛了。这个世界再也不单纯了，他们可以感染全场，他们把自己想说的一些话也写到歌词里，你看似他们好像是在一本正经的搞笑，但他们也是在一本正经的说自己心里的大实话。多么没有想到的这种人呀、啊！可是他们居然能在创四里面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天哪，我说爱你们这个词有点太肉麻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你们可以滚了。什么？天哪！原来谢谢超哥，谢谢超哥，超哥说出多少人的心声啊！妙呀！天，妙啊！念念老师，一二三。哇！落叶飘散。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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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了。那 Amber 哦。Amber， 这你叫我。咕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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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为什么要压腿啊？咕咪咕咪。楠楠。楠楠。学长，学长，学长。这可以再教一个吗？现在是，哇！静姐悄咪咪坐了。超哥，超哥，超哥 ，Let's go！ 我们是走秀上场是吧？只有你一个人走秀，我们都是走上来。Number 有这个走秀的经历吗？以前有，有真有。有。来一个吧。老了，老了。是不是大家来一个？啊？哎，音乐已经响了。Amber。要走这样子，都在。哎呀哎呀，还要甩头发。Do you have an ugly dance party right now? Yeah, yeah, yeah. 给你们看一下一下我们的 ugly dance party 怎么样？要怎么啊？
喽！一起一起，哎，朋友们一起来好吗？站起来！老师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跳？哦，当然呢，很简单，哎，已经会了，太棒了！来，我喊三二一哦，三二一，棒棒棒棒，哎，哦，棒棒棒棒，哎，哦，谢谢。我的天哪，这么难的动作 ，Amber 老师一跳就学会了。发现这里最可爱的是你。哎，没有。有些学姐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而有些学姐身份已经暴露，却还被蒙在鼓里。我演戏吧，我就用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我就进去说：“学妹们，学妹们，你嘉宾来了。”哦，是我。他们不在，这是什么 ？What？ 巨星，巨星，巨星，什么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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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骗了！What's the point of that? 那重点是什么？是 your power. 你我来了，因为就是 I'm a believer. I'm a 啊 ，you know， 那是这种的歌。OK， 如果我是一个勇敢的人，我们要练习 What's your battle cry, right? 好啊。OK。啊。OK， that's my battle cry. 加油加油加油！那我离开之前，我们再一次 battle cry 吧。Are you ready? Yeah. 五，来，三，二，一。啊！以前是一名国家一级跳远运动员，最好的成绩是跳远七米四，七米四。哇，七米四 ！Oh my god！ 七米四，五个我吧。他是有能力唱歌的，对，可是他有音准 不准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些问题是他把唱歌当跳舞去对待了，就是可能跳舞要力度，但唱歌其实是要一个自由度。你不能东汉末年分，你一定要在一个地方，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，儿女情长悲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？你要有重有轻。一只赖飞鸟，给我唱一下这边好不好？きっともう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ど。你是不太敢唱的感觉，放开，你要大声唱出来。不用担心，练歌的时候都会很难听的。真的吗？对。真的，我上课第一节课，我老师跟我说的是忘掉你所有办法，就是大白嗓，大白嗓，大白嗓。对你不要缩在里面，再来一下，大声一点，不要怕难听，无所谓。我们又没有上台，不要笑啊，不要笑，不会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来。ありはしない人わかっている。他就很好，就声音大很多，而且音色出来了，是吗？你唱的时候，你神哥就是一首一首教导你怎么唱这一句话。哎哎，每个人不足的点，他都会指出来。哈哈哈哈，不要哈。周深老师，他就叫我不要想太多，先放松去唱。你不要担心，你嗓子很高的。但我感觉我肚子一用力的时候，他气就少。因为你在瞎用力，弄
废话会说吗？废话。很生气的说。废话。你看你自己摸。废话。废话。是不是？这就是动的。废话。说长一点。废话，我今天是真的不想跟你在创造营2021多说。废话，我是真的不想今天跟你在创造营2021多说。说。但是你看你这么长一句你也是说完了的，唱歌一样的，你能把这段说完你就能把它唱完。不要心里那么负担，你是自信一点，你位置灵活一点点，你养好嗓子，养好嗓子，你自信一点点，发出你中心位的光。 OK OK 好 Nice 来一二三我们有你们就我们 B 班是贼牛。哦哦对，没事 ，M 老师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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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吧。创造营有两种班级，第一种是 A 班，还有一种是非 A 班。We are the best. 哎，摸了，哎，看到摸定了，他摸定了，他摸定了，绝对摸定了，他摸定了，有没有摸定？怎么了 ？C 班回到起始点。重新出发的 C 班现在速度非常快，哪里呀？为什么呀？不懂啊？可以了吗？那边应该是想杀了我吧？采访你一下，参加我们这个游戏的感想。那边老师睡路，真的。你不要跟我说话了。睡路，快凑热闹。好。那有什么狠话对 A 班？的周震南，包括 A 班所有学员说的吗？狠话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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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要控制自己，其实你们的 dance break 可以跳得很有 groove 的，放松，啪啪 ，match 好了，你们整个团队会很炸，即使失误没有关系的。对吧？第一次上舞台，这个事情本身，我觉得比赢了比赛更重要。这首歌，你们想表达的是什么？恋恋依依不舍的感觉吗？那就是你跟你爱的人分开过后，不舍的那种情绪。那这种情绪怎么会是？对不对？我感觉你要打他呀！你们跟那个歌没有连接。你们今天是表演者，但不是表达者。我读中专的时候，跟我同学也有的，比如说今天被老师批评了，哎哦，哎哦，然后那边回应你，有呢有呢。怎么保持年轻？和年轻人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哦。我严重怀疑你有经常有同情病。你是撑腰王啊！你是撑腰王啊！终于有一个节目不用表演了，只要就是坐在那边欣赏。百十来个小哥哥，这个感觉简直是太放松了。Nice。